机器通电，电重了，然后拉把那才进去啊。它那个齿轮转了之后，可以找张纸。把机器下压到一半的时候关掉，关掉就开关。关掉开关之后呢，可以先将电源拔掉。然后看一下机器的前面，它这里有块板的，那个板我们现在是拆掉的。那个板拆掉之后呢，它这个线可以看到的，线的外面有个扎带啊。你将那个扎带剪断之后呢，这个线套拉开，往上面拉，可以看到线头了。你看那个线头有没有松脱的？好，这个就是线头。检查的时候要可以先将那个线拔掉，然后剪那个线头没有问题了，可以存装上去，要包好。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插电，然后东电它就会自动上来的。